smoking is banned on this train.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动车组列车。我们全体乘务人员向您问好。为了您和他人的乘车安全，请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上车。不要在列车任何区域内吸烟。不要触摸暗动列车上除电闸炉外的任何红色按钮和装置。 不要在电源插座上使用大功率电器。取用开水，不要急得过慢，并扶好走稳。请将杯盖拧紧，放置稳妥，防止烫伤。放置行李时，请注意避让行李架间的金属隔挡，并确认放置稳妥，以防行李滑落砸伤自己和他人。为了保持良好的旅行环境。 请您在将盘期间或使用前后及时冲水，不要将包括卫生纸在内的东西放在二等座车座椅背后的小桌板上或途中趴在上面休息，以免损坏设备。如需帮助，可咨询乘务人员。感谢。 Make sure to keep it steady with tightened cup cover and a safe placing.